疯狂极考四来啦！极考四工业将在极客 APP 的商城内开启全新的疯狂极考四精选商品优惠活动，届时参加活动的商品所有用户将享受85%优惠，而 GPS 会员则在此基础上再享9%。活动时间将从3月14日0点一直持续到当天的23:59，仅此一天，在极客 APP 内，各位记得冲啊！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加丢 Early Access 节目，我是四少，我是 Win， 我是萝卜。好，我们这期节目是个 Early Access 节目，用来在尝试啊。这个节目的主题大概就是这个松弛手游日常，对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以后我们打算加点手游，看对能不能稳定的这个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玩手游的一些体验什么的。对，就非常轻度，非常日常。因为以前我们这个不够松弛，总觉得拢不住人，很多人说点东西出来不敢说话，操！对，这有什么好怕？说错了让人骂是吧？对，但是对我们现在定位就是先试试吧，看看能骂挨骂到什么程度。对，看大家骂的怎么样。扯扯闲篇儿，就是说围绕着手游的一些闲篇儿，我们先这个。谁能来谁能录就来录啊，然后能聊啥游戏就先聊着，之后看情况能不能这个拉更多人来聊、嗯、聊聊我们生活中占时间比例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对，玩手游，对，办公室同事玩手游的还挺多的。虽然这期的这个占主要的是这个最近周游的这个那个水晶剑行动，对，跟彩六的第二期行动。对，但是开场之前，我觉得以后这个既然这个节目这么松弛、这么闲篇的话，我就可以扯点闲篇。其实我最近浮皮潦草的玩的手游还是很多的。嗯，在这个节目想要录这个节目的那个点子刚出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前还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玩 Niki。啊，你又回去玩你？你现在不玩了吗？现在还在玩，但是我很难说我现在玩这个游戏的状态叫玩这个游戏了，你明白吗？嗯，我也玩。对，然后我当时是这样，我把这个游戏下回来的时候，正好是这个，Niki 过年的池子出了，就是所谓的韩国九五啊，那个池子韩国九五，对，就是那个、哎、那个阵营我都忘了，就是他那个九五式的那个、嗯、啊那个人物啊，然后抽了一下居然被我抽出来了，我操、嗯、我就很高兴开始玩、一般回坑一个手游的标志就是一般是这样抽出东西来、哎、对对 对，然后回去玩了玩，但是中间其实又扔那了一会儿，嗯，因为那个游戏就是很怎么说呢，我手机玩巨他娘的烫了啊，这巨他娘的烫，所以我后来捯饬了一段时间他的那个 PC 版，他 PC 版体验非常的好，嗯，啊，它是官方有 PC 版，对，它是官方 PC 版，导致那个游戏实际上用模拟器是玩不了的啊、哦，用模拟器直接报错，就直接不让你玩啊。然后，嗯，但是中间其实就跳过了，我记忆中好像跳过了至少一个任务，嗯，所以就、我主线几乎没有打。我回去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主线就相当于第一章我还没打呢，就是差不多到那种程度，嗯、你知道，就是我主线写特好，对，就是我后来看了一下我那个档，实际上我就。刚刚玩到把那谁枪毙了啊、嗯！就刚开始、嗯、就是那个第一个节奏点那个情节，那就是那不就是刚过序章吗？就是对对对、嗯，就在那之后的一点点 啊，然后所以我就玩完了整个那个 Doom Girl 的这个，嗯啊，就只是后来又玩的时候正好是就是那个现在那个 Doom 女孩那个池子、嗯、啊，没有抽出来，妈、啊！但是我把它剧情都打完了啊。我也正经玩了很长时间的，挺高兴的。就是我玩到什么节点呢？我玩到意识到他这些角色是分阵营的嘛？其中有一个阵营就都特别的强，而且那个都是那种超能力感觉的，用的都不是枪类。突然有点幻灭了是吧？而且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每周还是每日挑战，要只能用那个阵营的人来打那个图吗？我就只有一个人，然后那个图还必须得打，直接打得我巨幻灭。对，哦，是这样。但其实这个对我不打算展开说，因为我没怎么玩、嗯、行，但是那个就是但我没想到这么一个这个毁灭战士姑娘的这个剧情，嗯，她的这个活动剧情是如此的浅，如此的日常，是两个这个死宅少女，这样了，死宅少女之间的救赎，哇操，然后甚至就是整个故事都讲完了，这条故事线里面就是没有太多的深入，就是
整个 Niki 的那个世界观，带了一点，就是有点类似于把那个黑暗掀开了一角，然后又给它盖回去了，很快，就是他给几乎就是已经到了，他给展示一下，你看那里面很黑，然后我说的是吗？什么很黑？然后他给咔给盖了，对，就是这样，行啊，所以我也没太整明白那个就是那套模式，然后就是在等待《水晶剑行动》上线的时候，嗯，正好国内有一个其实我关注了很久的一个手游上了，这个游戏叫雷索纳斯，对，嗯，我首先要说这个名儿谁他妈想，谁寻思的啊？谁他妈想？这游戏公测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我看了广告，我就说，我为什么预约了这个游戏？对，这是什么游戏？啊，后来发现它是我一直在关注的一个开火车游戏。开火，它这个名字跟开火车就是对，它的名字是这个共鸣那个词的音译啊，然后这个。这个游戏的主题是在废土上，类似废土的世界里开火车啊，对，真的是开火车，所以我当时、就是、一句话我已经想玩了，对吧？是吧？因为你知道，就是星铁这个游戏，嗯，当时吸引我的点就是因为它有火车啊，是最后让我你说过，嗯，对，让我给他删的原因就是跟火车没有什么狗屁关系，所以让我特别生气啊这事儿，所以当这个游戏，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都不叫这名，我记得说能开火车。我他妈啊，直接我就来劲了啊！然后所以说这游戏最近也公测了，我也玩了个开头，大概就是他是怎么玩的？就是很搞笑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挺割裂的。对、嗯、我昨天在你背后看了一下，首先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的最末端的战斗，嗯，是一个横版的《皇室战争》。对啊，就是他即时卡牌，嗯、啊，我知道卡牌是技能，那个什么那个辐射避难所什么的啊，对对，底下走那个，对对对，然后你出牌那个，然后美少女就是二头身小人儿，咣咣了就放技能，嗯、技能有那个联动，还挺常见的，啊、就这种，嗯啊，所以这点我也情理之中啊，就是我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这样挺好的，然后他的那个大力图，嗯，有一个大海时代啊，就是他那个跑火车的那个主题是跑商，对。嗯啊，就是从这个，就是怎么说，从这个城市买进，跑了那个城市卖出。我看他管这个玩家叫列车长。对对，就你确实是管车的啊。然后那个，但是跑的过程中是真跑。啊，他有一个 PS1 画质的列车、啊、列车和外景的那种，就是真的非常电车够，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故意的那种。然后整个游戏就是那种火车宅的劲儿，至少是有了。进站的时候还爆站。然后那个你看着那个音效的时候，它有个特好的音乐，特别配那个火车，然后你听那火车咣啷咣啷咣啷，哦，妙极了，我操，带劲啊！实际上就是别的其实没啥，就是能感觉出来，我都怀疑那跑商系统搞不好就是玩到后期会很跟那个单海时代 online 和那个一样折磨，没关系，它是车。对，是火车。然后我看你们之前在群里聊说，它这个航线，对它那个路线那个跑物价，对物价和御敌率是跟玩家的那个跑的那个程度是相关的。这事儿挺不手游的，我是觉得，就是特别大海王来，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很喜欢这点啊，所以说特别妙。而且你就是在那个跑的时候错车，你错了车都是别玩家，然后有一种迷之那种互动感，是吧？啊，然后一开始大家都是那个信号，就只有一节车厢，嗯，啊，然后就错开什么，觉得真挺好的。然后那游戏有些地方就是有些迷之不协调，比如说你下载的时候，它那个不是现在手游不实行都得给你播一个吗？嗯，循环的那个，嗯，那种动画嘛，它生生做了一个大十几分钟的翻的第一话，我操，真的给我看傻了。我就是第一遍为什么给他看完，就是我很好奇他这么讲什么时候能循环到头，结果发现他不循环到头，嗯，他就是一番一个剧讲那个 Boy Meets Girl， 哦、啊、你的看板娘怎么跟你这个、啊、然后我就要说他这个看板娘的这个美术，就是说我有种深刻的感觉，我觉得他的主创跟我是同龄的二次元。但是现在这些游戏的主创基本上都是跟，就是我的意思是他使用的那套费蒙的那种、啊、就讨好你的那种感觉。我正在看他的例会，是那个、嗯、就是我记忆中我是傻逼抽大学生的时候我喜欢的那种费蒙番。看板娘是这个吗？对、嗯、不是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例会，他人物的例会和他人物动起来的 Live 2D 和他人物在过场动画中的造型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啊，差挺多的，说实话啊，所以就是
我目前玩起来，我就觉得，就是我明显感觉大伟哥所代表的那个二次元，是比我早一代的，嗯，就他喜欢那套，嗯，我不知道这么说就是准不准确吧，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游戏使用的那个就是很二次元的动漫的那个表达，是我在。比如说我在大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十年前，对对对，我喜欢那劲儿，嗯，就是他那个看板娘的那个，就是拢起来的语法，就是属于就是魔镜到比如说公主链接中间，我操，这个跨度有点太大了，这个、差太远了，这也中间的这一个时代，跨了两代人出去，但是这个时代中间特别擅长的喜欢设计的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后宫性质、倒贴性质的。就总之就是《明日方舟》之前，哎，对，就我觉得是，绝对不是，反正是上，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上一个周期的那种。对，我明白的意思。整个故事也是，整个故事的那个演出，给我一种就是厨风时期的国产动画，你明白吗？就是有厨风和罗小黑之前，嗯，国产的动画和漫画的。那个叙事的那个劲儿，就那种青涩、美好的呀，对，青涩、尴尬，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尬的我都看不下去，但是又不知为何非常有情怀，然后让我一直看下去。那什么什么九月天那个年代啊，对，就对，就是整个这个故事，至少在我玩这个阶段，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一些非常浮于表面的阴谋，嗯，非常浮于表面的线索，但是我就看了劲儿的，反正就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感觉现在手游都不会做的那种，开头就整那个好几自然段的设定往脸上使劲的拽那种劲儿。就居然还在，就是这游戏就充满了这种感觉，然后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宾至如归，你知道吧？然后我玩进去了，我还玩挺高兴，你知道吗？确实就是翅膀哥说的，就是因为他们做这游戏的人年龄和咱们你的年龄现在就对上了，对，正好对上。对，我们也没差那么多，被搞得好像四舍大我们很多一样。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对上，所以我就是我估计这个游戏我还会玩一阵子，就是那开那火车。就是很舒适，很舒适，很快乐。反正你最近也在玩一个开火车的游戏，哦，叫《Last Train Home》。哦，哎呦，那不是那个 Steam 上的 ，Steam 上的不是手游，但是就随便提两嘴得了。就是，也是一个坐着火车横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一个故事。但是那游戏里充斥着特别多的那种历史上的那种意识形态的那种讨论。是就是，我就说是个典型的波兰游戏。对对对，就是波兰人的历史观的那种典型，对，真的特别波兰人。嗯，但那游戏确实很多人都很期待。上了，其实 我也是很期待，我没玩，但是玩完之后就还觉得当初不期待啊，是吧？不是很喜欢，啊，因为我也喜欢开火车那种公路片的感觉，啊，对啊，对，铁路片，对啊，得有铁路嘛，对。但那部分做的挺好的，可以拆车厢换车厢啊，然后，哎，对，就是要这个这个有那得轮值，啊，谁来开车谁来铲煤啊，谁来值班，啊，然后他们累了就 FTL 那套，对。他们累了就让他们去那个好车厢里休息休息，啊，那些身体状态不错的就去那个漏风的车厢凑合凑合得了。哎呦，这部分设计我就特别喜欢。有吃蟑螂的环节吗？那倒没有，去附近森林里钓鱼什么的，然后那个车还不能停，车得继续走呀，啊，你把车速度拉慢，啊，然后他们就去钓完鱼跑回来还跟得上你，对，啊，那种感觉的，哎，有点妙，这方面做特别好。哦，就关于雷索拉斯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美术资产的那种资源分配也是让人觉得特别奇怪的，嗯，就它有好多好多的图，画巨他妈好，我靠，但是那个图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它不是设定图，嗯，它就是纯那种 CG 图，嗯，就里面人物那个造型是画融进画里的，嗯，它不是那个啊，是啊，和那个例会这也是过去的那种做法啊，然后，那个，现在总往一扔设定图，对，然后我不知道它是开发是怎么分配资源的，然后它开场有些系统里会给你播片，嗯，也是做巨好的动画片，嗯，啊，特别对。给我造一愣那种，其实老二次元喜欢的，嗯，甚至都不是最老的二次元，对，那不是，肯定是上一辈，反正是有股劲儿，嗯，反正挺好的啊。行，我也玩了那个，我也玩了一个类似这种，就是所谓的，嗯，明显是一群可能有点上岁数的，嗯，然后他们对他们过去那个年代有一种执着的游戏，嗯，就是那个《铃兰之剑》。哦，嗨嗨，这个真的，就是，那个也可太，真的就是一群往死里爱这个《王国骑士团》的人，对，或者是《最终幻想战略版》什么的，对。然后，但是剧情。有好多烂梗在里面，是不？哎，不是烂梗，我觉得梗特别好。对，我比如说那个有一关是潜行关，嗯，然后那个你控制一个小盗贼要偷东西去，然后看见一个纸箱子，然后盗贼就说：“嗯，哇，这箱子真好，我要是钻进去，谁也看不见我。”要么就是那个有一关扮演的是代表的是那个游戏里叫法皇国的军队啊，是去进攻异教徒，嗯，异教徒见面给你来一套什么？
那个，嚯，这不是自诩正义的那个圣光吗？我是不是应该放下武器，祈求你的宽恕呢？当时就，当时我就觉得，我就知道这帮人是什么人了。做这游戏的人，这个年龄啊，他们的受众作品大概都是什么，我都明白了啊。对，那个游戏也很不错，哎，感觉是以后可以展开。有机会甚至想单独做个节目聊聊《灵兰之剑》，哎，可以下期暂定就这个。行啊，看看拉几个人玩。西蒙一直在玩，可以拉西蒙来聊。对，行，那就。先说这些，我们就是入正题啊，就是我墨迹了这些手游之后，这两天之后，然后这个，你最近不是还在玩那个什么吗？哪个？还有哪个？无尽迷途吗？啊，对啊，对啊，无尽迷途最近上了个新的活动，那活动我非常的喜欢。那个活动的那预告片，无敌中的无敌，我操！啊，是吗？你说的不是过年的那个？不是，啊，就是这个新的是吗？是啊，但是宵夜啊，你别说，就是这个无期迷途这个事儿，正好就是也正好入题，就是无期迷途和明日方舟都是两个我打死都不会玩，但是故事我一定都会看的。无期迷途居然立住了这事儿，而且无期迷途的故事真的非常好，而且就是我一直觉得无期迷途在剧情文案上，是手游的一个榜样，就是不往大了写，永远写那个规模自己控制得住的故事，像这次那个。他那个活动呢，就是导入导得特别快，大概就是你作为主角，你不是局长吗？监狱的典狱长，大概这么理解，然后就被人绑架了，然后绑完之后，那个委托绑票的人消失了，所以那个绑你的杀手就把他办了，把你扔他家里，不让你出去。杀手是个二次元角色，但是因为对，因为你能给他做饭，然后杀手大姐姐，杀手就说：“操，那你就是给我收拾屋子。”然后故事就开始了。哇，导入非常的巧妙，你知道，基本上就是两张图，然后三四句台词就一下你就 get 到这个故事的氛围啊，然后开始过日子，过日子啊，贼好，就是他白天他出去，对，而且还是那种什么大御姐，大姐姐，这游戏全是大姐姐，对，然后出去过日子，然后你就在屋里收拾，真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之后演员自己怎么出去，哇，就是节奏控制的非常非常妙，而且就是很符合，哎，这个游戏就是对，就是对了。特别对，去写你最擅长的那种角色关系，那种微妙，然后你很快就被这个故事抓住。虽然就是我后面还没玩呢，我就点了两天，但是已经，我决定很愉快。我会，我决定找个时间匀一下，匀一下是吧？我正在匀他们的第一章，对，特别快乐啊，就是那种小快乐。这就我想说的，今天我要说这个《水晶剑行动》的故事的时候呢，一个优点啊。不过还是从头说，就是行，《水晶剑行动》必然是。一个大事儿吧，对，2024年的第一个大联动，彩虹六号围攻第二期，对，然后非常高兴，大家如期就是一期里已经登场的一些人终于安排进来了，然后就是节目上线，不是节目，活动上线之前啊，这些是吧，信息啊，小动画啊，什么例会啊，技能啊，都放出来了，放出来了，大家挺高兴的。那抽的怎么样了？现在我没抽，我直接就没下这游戏啊。这是体验这游戏可能最好的方法，最好对吧？有可能对，所以这个但是故事我鱼完了啊。我甚至还特意找了一些就是录屏补了，就是细节上的。你云的时候，因为它是提取的，所以它有些没有了特效啊。我还特意都啊，非常的好啊。但是可以这个先不说，可以先说玩吧。你们俩打怎么样？打通了啊？你看剧情吗？我不看，全跳过啊，然后就直接就深磕。但我不是完全不看，我是那种先把关卡全干通，找个时间一整段全看完的那种人。合适。不过这次他的打和那个剧情的节点倒是结合的挺好，结合挺好是吧？对，他以前有一些活动就是乱断，对，剧情是剧情，打是打，对对，经常这样。这次是稍微有点这个想要结合的意思，嗯，然后。就是这几个新机制什么的，因为他们最近这两年的活动吧，都是说那个就是普通关先给你整点品一品，非常简单，前八关非常简单，所以现在也没有太感觉出来这些机制，嗯，但是这次活动啊，怎么着？这个第八关的代理失败率也太高了，我 是吗？对，是吗？因为机制的原因是吧？对。也可能是因为我带的这个小队的原因，因为我是那种习惯说这次活动是谁当主角我就带谁嘛，我就带了八个彩虹小队的人，我根本练不起，然后加那个其他一些补一补阵容的人，然后这可能他们这个随机性啊什么的有点高，或者说这个御敌啊怎么的机制比较特别，所以我这两天嘛一直在找一个这个第八关稳定能刷的办法。哦，你把那八个人下了就稳定了。很多好像都是这么解决的，是吧？对对对。哦，
这次那新人物你们用完有用的吗？用完感觉怎么样？感觉说说新人物吧。新人物，那个咱先说说都有谁吧。啊，对，这四个新人物是谁？是Ella， 然后那个双月叫就是Yana，然后 Doc 和斧子。嗯，现在罗德岛有俩 Doctor 了。对，他剧情这个剧情里狠狠的玩这个，是吧？玩了呀，专门留了扣子，留了行，狂玩这个。嗯，然后。Ella 就是已经是明就是摆明了很强了，对，嗯，确实实力很强，然后又比较灵活嘛。Ella 是又是新射手，他的定位是特种，是特种，哦，我操，是个陷阱师，嗯，但是他的用法是，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快狙，嗯，然后他可以下地面，你开了模组之后，他可以下地面，哦，我操。另一边 Doc 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是个禁卫，嗯，开了模组可以上高台。哦，现在他这个就开始放开了，你知道吗？玩这个了是吧？啊，就是说这什么医生，那医生台词怎么说的？要救人，你就要先夺走别人的命，对，那枪也可以救人嘛。斧子和 Doc 就感觉是那种对策卡吧，平常不是很好用的对策盾那种性质。斧子是强攻手，就是黄。哦，因为斧子那个咚咚咚对地形要求比较高，对，但是。在墙上贴，你说首先你要面对一块墙 ，OK，谁在放人的时候会往墙上面对啊？是啊，但是他必须面对墙 ，OK。如果这个墙的另一边是有路的，这个咚咚咚贴上去可以炸对面，而且伤害非常的高 ，OK， 而且连爆五次，嗯，然后每次战斗能放三个，能放三次，这么狠呢？彩六里能放四次，削了一个啊！是我操。啊，这么横，对，而他的一技能是掏出他那个六 P 机关枪啊，然后填装100发子弹进去，打完为止。哦，就是这部分属于他强攻手的那个职能的部分，哦，因为他攻击所有人嘛，一百发伤害也还算可观，毕竟他是个送的干员，强度你不能要求太多。是，但是说实话，就第二个技能就是现射炸药这个技能，基本上就是放下来贴炸药就可以撤了的那种定位了，哦，因为你还面对专门感觉是专门干这个的，所以是对策卡，哦，是的。哦，那设计的还挺好的啊。另外一边，双月这个干员也是非常非常的对策。这个我想稍微细聊一下，嗯，因为我这个人是那种玩《明日方舟》的一大爱好，就是研究那些六星以外的干员。OK，嗯，我是那种练了好多好多三四五星的那个三星，哦，三星不用练，四星五星练了好多的人。哦，然后他是一个五星干员，就是双月这个角色，是傀儡师。嗯，他在那个原版的彩六里刚出的时候，我的印象中这角色就特二次元。啊，对啊，他是一个幻想定位，因为彩六一直都是现实中存在的特种部队里挑人来登场，但是双月就是太空部队，对啊，穿的一身科幻紧身衣，嗯，然后拿的那个枪虽然是现实中有的，但是也是造型很科幻，对，然后加上他有这个白化病，白化病那种，浑身皮肤和眉毛包括头发都是白色 的，贼二次元的一个设计啊。然后他的能力是在彩六里是召唤出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那个投影，然后控制这个投影往前走，如果任何人不长眼的给了你一枪，嗯，投影就消失，但是打枪的那个人都被标记出来，对，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巨大的劣势，是，然后你就可以操控真正的双月去把它给隔墙突突死，就是分身信息位嘛，对，然后在这个游戏里呢，它的定位在就是傀儡师，但是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嗯，这个方舟里什么是傀儡师，嗯，傀儡师就是落地之后是真身，对，如果我被打死了傀儡替上来，哦，傀儡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傀儡一般都是不能阻挡的，哦，然后20秒之后傀儡就下去了，嗯，真身又复活又上来了，是一个可以理论上永续的这么一个，只要你这个傀儡不被打死，傀儡不被打死真身就能活回来。然后双月呢，妙啊，双月上场的是投影，哦，他，嗯，只要受到一次伤害，哦，他就会爆然后真身上来了，哦，替身是真身OK， 然后开始突突周围的人啊，就跟那个彩六里的场景是一样的。对，他就是这次活动的这个干员设计，我觉得他特别想还原彩六里的那种感觉，因为上一次的活动的话，我觉得还不算特别还原。哦，有些确实要当时还是比较这个收敛嘛。啊，是。现在真是放飞了。嗯，我想吐槽的是，这个伊安娜的这个投影在场上，它是不能开枪的，不能攻击的。哦，因为彩六里也不能，对吧？啊，对对。那也就是说，有些敌人也不能攻击的情况下，比如那个奇趣蛋。会让你掉散那个集聚弹，哦，还有那个萨卡兹那个哨兵，就完全不会把它打。还有那个花风花啊，哦，行，我就把那一卡，让伊安娜把它卡住。哦，能哦，他是有就可以永远卡住，他能阻挡一。哦，对，因为他也不打，他也不能打，对方也不能打。OK，咱俩就永远在这耗着就行了。
哦，还能这样了？对，就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如方舟设计师的设计失误。哦，但我觉得没改之前的 bug 都是机制啊。对，你记住这句话啊，没改之前 bug 都是机制。啊，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太有意思了。哦，哇，这真的很可以。然后他那个真身啊，他是一个超大的攻击范围。哦，然后他是远程嘛，加攻击。哦，但是他落位是落在原地地面。对，所以说他也是占地面的。对，设计有几格啊？12格的攻击范围，是那种，就是不基本不用考虑面向，哪儿都能打。对，一个一圈。对，然后一。他二技能你手动点开还带反隐，十秒的反隐。对，哇，因为现在这游戏反隐的就不是特别多嘛，是啊，或者这一批都有反隐，对，主打反隐。那个枪盾加了一批模组是反隐，然后他有带反隐。哦，哇，非常的，就绝对是那种我会练的角色，我就不太爱练，我好多六星都没练，就狂练五星四星。哇，居然是这样的。嗯，另一边那个 Doc 我也想说一下 ，Doc 就是。跟游戏里一样，你那个极速手枪是有子弹限制的。哦，啊，是拐是吗？相当于他是教官嘛，教官就是一个拐的近位的定位。哦，然后他平砍就是拿个小左轮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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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打，然后左轮会掉弹壳，左轮会抛壳，鹰角，左轮啊，又开始了啊，会抛弹壳。你把他那个左轮给我换成他那把 P 九手枪，我觉得不正好吗？就解决了。你非要让他用那左轮，那左轮帅啊。但我自己玩 Doc 就彩六里玩 Doc 的时候，我就不爱用那左轮。是啊，因为容易搞混。对，所以就是左轮庸医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又不小心，他有一把激素手枪，白白的一把枪，是那左轮也是一个白色的枪，然后你想用激素手枪射队友，瞄挺准，结果发现拿的是左轮，对，TK 加一，哎，对，但是所以说他要选，因为上次拍片的时候也知道，就是当时的，反正现在估计也是，就是鹰角的方舟团队里那个打二六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对，玩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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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是啊，所以说一定是故意的，还能做出这个，真的就这次单说剧情里故意的之多，后面对后面可以说，就这照顾这个二六玩家，所以说这个玩的时候，关卡呢？你觉得关卡？先说完干员吧，干员啊 ，Doc 就是拐，对，然后散发子弹 ，Doc 可以就是落地直接射那个。治疗针落地管，然后你那个治疗针是说他向前开枪，然后击中了第一个友军才能治疗，如果中间有敌人隔着是没用的。对，打敌人身上的就是啊，打到敌人身上就没了，就没了。这是个子弹吗？这至于吗？对，限子弹，然后那一枪打上去，奶好像拉满的话是可以奶 Doc 的攻击力的700%。我操！有人拿那个所有的拐 Doc， 然后奶那个一枪，奶那个队友一枪能奶了，也不五位还是六位。然后你溢出的治疗量会转化成护盾，一个持续降低的激素，就是跟彩六里一模一样，哦、一模一样的那个。我操！所以它这功能有点漂亮。然后，所以它可以跟史考特尔配合。哦，我操！但是也有限，因为 Doc 只能打三针，也是一个三次使用次数。不是，那他妈施尔特尔让你射三针都打不死的怪，你他妈的也行，得永续嘛，是吧？那永续黄昏在那个生息演算里面很常用嘛，对，很常用。你们现在这游戏玩这么变态了？刚才说的是二技能，他的一技能是掏出 MP 五。哎呦呵，啊，对，先打自己一枪，打自己一个激素，给自己手上打一针，掏出 MP 五，这对枪，哦，就是和游戏治病彩六里一模一样，治病救不了。对对对对对，我操！好棒啊！这套设定就是一定要做到绝对的还原，这种感觉非常好。是 Ella， 我操，太他妈恐怖了！这次的六星太他妈恐怖了，什么情况？强度就是他们最近啊，从简开始，黑骑士简开始， okay， 他们有一套这个设计的，找到新台词，找到新模板，这方法论，嗯，就是这个干员在天赋自带20%多的这个暴击，嗯，然后跟干员的技能挂钩的某个状态下，100%触发这个暴击。哦哦，就喜欢整这套必爆。对，然后 Ella 就是，平常有20%多我忘了，一个比较小的数，然后有暴击。OK， 受雷鸣地雷影响的敌人100%暴击，触发就暴击。然后他可以放高台，可以放地面，雷鸣地雷可以放高台，可以放地面。啊！然后他开技能加攻击力加攻速，就换枪嘛。哦，换成那个蝎子。二技能是那个喷子，三技能是那个冲锋枪。对，蝎子。哦，我操！嗯，大概就这样一个，很恐怖。突然理解为什么你那个代理总出事儿，哦，所以他是说的是快狙嘛，就是掏出那个蝎子之后，他有点像那个 Ash 的那个掏出那个套落地的对那套宿舍哈，对，只不过他的 Ash 是挂真挂杀啊，是他的是有一个2400的破甲线的，
但是 Ash 这次加了个模板模组之后是什么扔闪光弹之后六秒钟内攻击力拉到多少、嗯哦、对 Ash 也加强了哦我操现在这游戏居然都变成了这个样子吗但是这个搞的、啊、到现在啊就是明日方舟有一种很怪的那个、嗯、怎么说呢情况嗯最强的术士是个医疗最强的数据是个特种OK 然后那个平常大家这个奶的责任啊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塞雷亚和鼠两个盾对然后 Dog 是个近卫但他的奶量大家特别高啊、哦嗯、听起来非常的妙对然后先锋这个现在最火的那个先锋主打的不是回废是为了反隐和束缚隐、哦、内斯、嗯、对怎么会这样呢特种还行谁也不干自己该干那个活了、哦、这么快乐吗、嗯有人拿这个 Ella 跟那个红太狼去红雪去做比较、嗯嗯、就是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跟红雪几乎差不多优秀但是定位不太一样的高台远程输出、哦、就能抽就一定要抽、嗯、因为他还有很强的辅助能力嘛、哦、他是真限定谁知道三期什么时候哦有道理哦三期麻烦把大锤给我做进来啊、哦、哇哦对这个之前录音笔也跟四色聊过是当时纪录片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玩有梗的材料干员是很注重的上一次是 LOL 的对就 Tachinka 嘛这次是这个斧子的对那下次是谁呢是呢很多呀、啊、能聊的太多了、嗯、就是性格特材料我为什么最早特别喜欢材料这个游戏、嗯、就是因为里面的干员的细节和设定还有性格上的东西实在太有意思了、嗯嗯、是的哎我靠这事儿我跟你说操你记一下也会一会儿讲到后来讲剧情狠狠的编行一会儿你好好讲讲这事儿、嗯、我推荐下一次啊六星是这个 Sam Fisher 哇哇灯谜上脸是吧、Zero 是吧嗯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那个 DemosDemos 是哪个来着？就是最新的、那个、最新的反派，嗯，就那个枪毙员他们 boss 的那个，对。但是听说最近，哎，反正我觉得对最近彩六的故事，我跟你说，那、这个我已经不关注彩六很久了，智商的这个有点那个了。我是那个《水晶剑行动》的预告发了之后，我回去看了一遍，然后就把那天在办公室把所有 CG 全部看了一遍。嗯，后面确实有点抽象，对，嗯、有点那个、是吗？啊、嗯，后面的。大事件有点抽象啊哇操让我特别崩溃啊这个你们帮我记一下后面我会有一套说辞怒喷这个事儿我觉得查一个长线运营的 IP 到现在为止而且你还挺重视这个故事这一块的话都你到这个时候你就好好让这帮大家喜欢的角色让他们开心快乐的哎对玩下去就可以了、哎、对对对对 对, 对有矛盾的再闹闹矛盾哎关系好的喝点酒就可以了是这样你不要给我再搞这种大动静你期望我能回来玩你不会再回来了就像当时那个这个游戏的 Alan 你抽到的时候他是会有个报道台词嘛说我是彩六小队什么什么 Alan、嗯、然后大家就说笑点解析彩六小队因为 Alan 现在在彩虹六号里面已经不是彩虹六号是吗对他去大分家的时候他跟他姐姐我、哦、听说有大分家对 对, 对就是还是对然后就跑我靠嗯，这个在剧情里居然也有一些呼应的梗，对，特逗，就是、哦、对为什么这次没把他姐姐坐进来呢我以为我本来以为有 Alan 会有佐菲亚、嗯、对结果还是没有这俩人矛盾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嘛盾虽然是亲生的姐妹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他这条矛盾线啊嗯玉璧自己都他妈没掰上明白所以我估计这联动故事是很难拿出来拿这种东西容易讲的非常的爆要讲咱就讲一个稍微能掰扯明白哎这个事儿是说实话是这次就他选的这些人我真的仔细研究了是他们这次这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原作里提的其实不是特别多哎有没什么太大关系对非常所以才有空间去写是的、嗯、对这点也是明显能感觉到，嗯，上次也是，其实 Dog 和闪盾这种，在那个就是彩虹六号变成一个锦标赛之后啊，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特种兵抛头露面打锦标赛，嗯、在那些 CG 里面是露面比较多的、嗯，但是这次就是说现在八个人吧、嗯，跟他们两个有互动比较多的也就 Ash， 是的，对，嗯，对，所以说、就是、Ash 是其实分家的时候其中一个。领头的好像是对 ，Ash 是留在留就是对就是留下的那个对，他和他挑头的人给了那个大狙一拳嘛，对对对，就分打起来了，在那个更衣室里是的，反正挺逗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玩法上还有什么想说吗？关卡有什么让你有进化本质吗？这回这次没有进化本质，但是这次有那种大机器人。哦哦啊哎，我想说大机器人这个事儿啊、嗯，大机器人特点不就是甲后膜抗高吗？是。然后前两天新出的那个阿尔图罗这个角色就弥补了这个问题。图图 哦，你没玩是吧？没玩，对。就是、在玩方面，我好久。明日方舟加入了一个新的玩家这边能使用的一个输出方式，叫精神损伤。
掉玩家能精神，你以前掉散只能掉散，现在我们能让别人掉散。哦，这么快乐。对，我们给就是图图这个角色呢，一个你可能会喜欢的一个坏女人啊。哦，好好好。然后她会拉小提琴。哦。然后听到这个琴声的这个敌人呢，就开始有一个这个槽开始掉，一旦这个条掉没了，哦，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只要你中了，哦，你就算是个隐身的，哦，只要你中了，你隐身的也给我掉。哦。不管你魔抗是多少，护甲多少，你就给我掉。哦。然后他这个不是攻击啊，他是一个天赋，是辉耀。哦对，哦，对，它是生命扣除效果，对，然后你开技能之后，它会有个扩大范围，然后加倍率这种。我操，他连真实伤害都不算，嗯，就给我扣，哦，直接减减，给我往下减，哦，所以对机器人反正打得很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么带劲呢？嗯，我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是这样的游戏了。然后他这次就是有那个材料，那个黄色交叉那个封门嘛，嗯，对，然后有一个那个德国那个干员叫啥来着？防空的那个人叫啥来着？啊，这野格的啊，对，哦，对，加了一个野格，他是可以在进入关卡之前选择你要带什么物品，啊，那个，哦，然后他有那个，其中包括那个远程防御是吧？对，哦，我就因为这次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大机制是敌人的个别兵种和这个头目会跟你处于直线状态下，当你的单位和他处于直线状态，他会朝你打子弹，嗯，哦 ，pick 扔东西过来。互相屁股，对，然后如果你有那个 IDS 的话，野格的那个玩意儿的话，就可以帮你拦下来，对，拦四次，拦四次，对，哦，要么带野格，要么带东西封门，对，哦，这次有那个场景上是有门的，叫阻挡物，哦，然后这个东西可以挡子弹，但是有的敌人会有强拆的，哦，会把它拆开，哦，但是你可以去给它封龙鳞板一样给它封上，哦，对，就变得更硬，这么牛逼。对，然后从这个敌人拆的这个板子的数量还影响这个敌人的行进路线，有，嗯，这倒是能破开了一个短路的话，你不就防守的这个纵深就少了吗？哦，对，防住的话就让他们绕一大圈，是，哦，这样的设计。下回应该加米拉，对，狠狠的，因为加镜子，他们都撒了。米拉也是现在彩六就本体主推的角色嘛，嗯，他也是当队长了，然后在那个确实哈异种里面也是跟 Ash 一起带队嘛，是这样的，嗯，加流星，然后。对，流星还行啊，还有那个谁廖子朗，还有热切也很火嘛，现在是对，热切还很帅，哎，太喜欢彩六这些干员了，是的，太喜欢彩六这些老干员，对，新的有点那个了是吧，哦？我最喜欢的两个干员都出来了，已经一个就是闪顿和 Doc，哦，我玩彩六就主要玩这俩，居然喜欢玩闪顿，我多可太喜欢玩闪顿了，我就喜欢玩闪顿，我还学会了闪顿的一个绝活，哦，叫做蹲起蹲起蹲，哎，就朝你冲锋的时候啊，哦，是我要是蹲下了，我的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就开始瞄我头，我一站起来，哦，头挡住了，你就开始瞄我脚，我就再蹲下，等你两三次之后，我盾牌已经到你脸上了啊，哦，可折磨了好多人，这个玩法太爽了。我想到了，我就知道啊，但我没想到就是这次做这么用心，对，非常追求这个还原性，是的，嗯。那就行说到故事，说说故事哈。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第一感觉，嗯，就跟上一次《原石神行动》相比，它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沉，是吗？对的，原石神行动还是那个期间吧，那个时代，嗯，对，还是明日方舟那个矿石病和这片大陆吃人，这片大地吃人不挑食这个阶段，对，嗯，就是，对，然后剧情也是比较冷，然后比较惨，对对，然后也是因为矿石病死了人这样一个阶段，嗯，但现在这个水晶剑行动就我昨晚上跟四少说，这不像一个彩六的故事，这像一个 GTA 5的故事，对，有点畅快，这个词的故事，就是它是一个以啊。围绕一个艺术节，对，的展开，嗯，然后演变成这个暴力冲突，嗯，介入暴力冲突，嗯，然后中间有大量的玩梗，嗯，对 NFT，啊，NFT， 对，里面有 NFT，啊，对，毕竟涉及到艺术品是吧，嗯？对，然后高尔夫球棍，嗯，啊，里面有高尔夫球棍的场景，非常的妙，我操，设计巨他妈带劲，这应该把那谁拉来录，对，一些搞笑的桥段，一些莫名其妙的角色关系，嗯，就不像彩六故事，嗯，也不像上一次《原始神行动》那么冷，反正是比较愉快，嗯，对，比较刻板印象的这种跨游戏联动的一个故事。是的，就首先说一下这个游戏整个流程，大概就是这波人以一个非常干脆利落的方式穿越了啊，就他们是要去找之前的四个人，好像他们就是回到了《原神行动》那个现场，然后他们还在说，说这他妈的一个
一个实验室说没就没了，啊，没完之后连点那个巨大的爆炸痕迹都没有，这完全不合理啊。然后他们四个就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震了，震完之后他们就走，就传，完全不跟你解释这个事，就极其的痛快，还不像那个，嗯，是挺痛快。上一回还那个，哎，又找实验室怎么，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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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咔咔咔，然后啊，又跟那个什么邪恶科学家又这那那这，这次没有，就是嗷一下就传送，然后砸在了两个啊，然后就绑匪和这个受害人中间。哦，就是他们首先是一个公子哥是搞这个艺术品、嗯，这个是黑色的那个吗？那个是他保镖副手，对，哦，啊，那白的是那个，哦，白的是啊，这公子哥是搞这个艺术品导饬艺术品的这么个人，然后本来是要被绑，在这个被绑的过程中，这些人而，这些人的穿越也是极其的，就是刻板印象二次元，就从天花板直接摔下来，啊，摔下来之后就开干，嗯，给他们都干了，所以说就是他们是跟上一批四个人相比，生活境遇好很多，嗯，就因为说我帮一忙，那就暂时给你们当有住所，啊，对，当保镖吧，嗯，就是然后就安顿下来，因为他们是这个砸在了城市中间的一个，啊，这次是哪个城市来着？在多索雷斯，多索雷斯，啊，对，所以然后上一次是砸在萨尔贡沙漠里面，嗯，就苦来来了嘛，上次，啊，对，但这次就是很。就是衣食无忧，对，然后上一次跳过他们这个半年的习惯泰拉世界的过程，对，是有一个跨度的， 对, 对，这一次其实讲的是这个过程，哦，嗯，就是，哦，有提到他怎么看待当地人这些事儿，对，还说那个，哎，这个兽耳居然做的够真的啊，还有血管，这耳朵有血管，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啊。那个斧子 Fuse 说，我靠，兽耳绑架派对，对，玩这么一，哇，特别逗啊，而剧情非常逗，还有包括他们那个在街上逛街，嗯。对，最后最牛逼的还是就是最后遇到这个拉特莱尔，啊，和萨卡兹，对，啊，对，然后两边就是天使的恶魔，不对付嘛，对，那个不对付，然后对，然后那个道克说了一句“上帝”，当时爆笑啊，巨他妈高兴，啊，就这段。然后他的整个故事的矛盾是这样的，明面上的矛盾是一个特别，我称之为市民童话的设计啊。就是这边是这个吃了盆满钵满的艺术家，嗯，但是他实际上很真诚的喜欢艺术，对，然后在他的这个艺术馆的边上有一个贫民窟，嗯，贫民窟里面有一些，你明白吧，就是先锋的平民的艺术家，嗯，艺术，嗯，啊，两边不对付，哦，啊，两边就怼上了，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城市的定位它是就是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大城市的样式，对 对, 对，所以这个地皮啊，就是一个如龙岭社库，就这块这个地皮其实是被这个市政府，很难说市政府了，就是政府方面盯上了。嗯，然后但是呢，这波这个艺术家的流浪者或者平民，就是也是刺儿头，很重要，他不想交出去，就是很难处理。嗯，于是呢，这个有一个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个前出的外派的军阀，嗯，考虑想要把这块地吃掉，啊，是这样的一个三方的博弈，啊，是这么个故事。其实这个多索雷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对对 对, 对，因为玻利瓦尔这个国家，嗯，就是在《名字方舟》里面有个国家叫玻利瓦尔，对，它是一个三方政府的状态，对，这我知道。然后每个政府背后又有各自的势力，嗯，这个中间那个城相当于一个娱乐性的飞地，度假村，对，度假村暗流涌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个 Doc 他们落地之后不是说，哎，这里像马尔代夫，对对对，特别妙这方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反正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大概就是能看到说啊，彩虹小队的四个人先见识了这个富贵的天真的公子哥的这个纨绔子弟的一些事儿，然后又搬到了贫民窟里，看到了热情的真诚的贫苦的艺术家们，然后两边这种你知道艺术理念的对立啊，然后你会逐渐看到这个公子哥为什么要弄这么一个艺术馆，里面是花重金买这么多钱，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那种还是挺感动的，挺打动人的小故事，艺术和金钱，这种聊这些，对对对。然后我想想这个要剧透到这个什么程度，大概就是就说一下吧，就是本来这个人希望在他开这个馆，嗯，办一个这个建馆的纪念日的时候，把他这一个馆里的所有他高价买来的艺术品全跟他自己全炸了，包括他自己，就是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势利眼，
然后他母亲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对，但是他母亲就是因为这样很痛苦的，就是过完这一生，包括他自己也是，他最后就是说我要把你们这些搞他们艺术品倒卖的人，你们这些真正践踏艺术的人都杀了，都他妈折磨疯了、嗯，你们这些希望来我这儿出席这么一个啊上层的这个艺术品拍卖式的大会的这些人，我要把你们最喜欢的东西就在我面前全他妈炸了啊，就是这样一个事儿。然后那边则是这个，他们希望这个为了纪念那个贫民窟失火的这件事儿、嗯，然后想弄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啊、嗯，两边就撞在一天了，哇、啊，然后就是，对，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军阀的介入，嗯，导致最后成了一出这个流血冲突，对，闹剧，嗯，然后就最后卡成了一个特别彩溜的场景。对，就是谈判破裂，开始攻坚，有炸弹，有人拆啊，对啊，既要拆啊，全都有，同时拆弹，然后同时对，还救人质，还要打军阀、嗯，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对说完之后，我就说一下我对这个故事非常喜爱的地方，嗯，就是它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手游的活动故事应该要有的样子，嗯，就是令人愉快，嗯，就是我觉得手游的故事，它的服务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没错，就是让看人家高兴，对。啊，这个故事非常的让人高兴，典型。因为我说实话，跟以前我关注过的《明日方舟》其他的 side story 相比，就是你很难这么直接评价，是因为以前我经历了很多故事，除开这个要素之外，承担一些，比如说要说一些关键的大事件、啊嗯、或者要表达一些就是更宏大的推进一些东西。对、嗯、这个故事，哇，没有那个，对，就是看一高兴，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嗯，就是整个故事它。不是使用大节奏的，嗯，就是整个故事完全使用无数个快速收束的小情节连起来，哦、你不需要比如说等两章中间的过场的铺垫，然后再下一章过场才开始看、嗯，它每一章里的每一次演出里，至少都会保证这个故事已经做了一次循环，嗯、情绪已经循环结束了，对、嗯，特别妙，就是使得你的体验。总是很愉快的，嗯，然后接下来就是，它是一个围绕着人进行人设进行的，就是进行驱动的故事，嗯，就是每一个人物出场的时候，他很快的会用剧情和情节，让你产生一个清晰的情绪，嗯，这个人物很讨喜，或这个人物非常的傻逼，啊，或者是这个人物是恶人，对，啊，不给你这种认知上的负担，对。就是然后，而且每一个都很有道理，就是你也不会很，就是你还需要做出心理建设，说，哎，操，一个手游剧情，那个我别较真了，对对对，然后才能带入去，不会，对对对，就它本身你带入就是很可爱或者很好，对，马上带，这点是我觉得这个《水晶剑行动》里特别好的，那挺好一点，对，就这也是他以前缺的地方，对，就是当说完这两点之后，我就想说，这次《水晶剑行动》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以前在年一和年二的时候啊。我对《明日方舟》的就单说剧情文案方面，我有一个很笼统的囫囵个的感受。嗯，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个活动的大方向，嗯，拿捏的都很好。嗯、之后他在微观执行的时候，基本功特别差。哦，好多故事我是纯粹的写作能力不足。对，就有点类似这种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嗯、特别崩溃。嗯，然后有好几个，我觉得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本身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嗯，那些曲折说来都很好。说来那个比较讽刺的是，我还清楚的记得我玩的第一个《明日方舟》的活动，嗯，就是那个那小马叫什么来着？格拉尼，格拉尼。然后 BOSS 是那个大鲍勃，那个活动，啊、那不就他、啊、那是他第一个活动。对，我印象中的第一个活动的剧情还可以啊，是就挺乐呵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对，就是啊，有人清鲜明的人物。然后一开始那个小马就和那个大鲍勃碰上了，嗯，然后俩人还合作呢，对。然后他虽然是那个反派，但是他又有特别好的一套说辞，哎、让你觉得这人巨好，巨想跟他交朋友、哎对对对。然后最后又不得不咱们就刀剑相向，那个就是你说的这种没有什么认知负担，而且让人看完又乐呵，嗯、然后快速收束，快速收束的一个故事、嗯。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后面就都不是这么回事儿、嗯。包括整个《水晶剑行动》里，我大部分的情况下也没有谜语，没有长难句，嗯。就是对我记忆当中的那些周游故事中常有的特色，嗯，因为我对这些事儿不是那么反感，我还挺喜欢的，但都没有。你的种族令我可笑那种。对对对，都没有了，咔咔的，就是干完就骂完接干。其实我也不反感。哎，我说哎，挺好，特别、嗯、特别喜悦。就是到《水晶剑行动》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我以前感知中
那个欠缺的实际上是在最末端执行的那个基本功的那个欠缺，嗯，在这里我没有感觉到，嗯，就非常清晰的，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写作故事稳当呢，就是说所有的对话文本质量，对，然后这个笑料，嗯，然后里面的笑料设计非常的不错，而且我觉得虽然我们吐槽了好久好久的这个就是这个紧张刺激华丽的 CG 演出这个事儿，他现在的文本的信息的重心和他现在依然本质上还是雇佣的那个例会已经能配合的非常好，这是我特别难接受的一点。我总是就是我以前特别受不了，你给我咔放俩例会在这儿，你雇佣一下我雇佣一下，哎，对，你按了我亮了，然后就把特别复杂的故事给我讲，现在就感觉比以前确实是好多了。而且这次我觉得他设计的挺明白的，就是他明白大家不爱看那玩意儿，雇佣，所以他其实没怎么雇佣。对，就不要牵扯我注意力。然后主要就是靠文字。对，它里面有一段这个在停电的仓库里摸黑的，两拨人互相摸不着对面的，写的非常非常好，节奏控制的非常非常妙。然后那音效和那个带个背景音乐，带音乐带个词儿啊，那词儿一边唱，然后这边就是这个，对，两边撞到一块儿啊，非常非常不错。另外一个就是这次的这个罗德岛的这个导入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克制，非常恰当。嗯，其实没有罗德岛啥事儿。罗德岛是一个很关键，它很关键，哦，但是它 不深入介入。有人来送药，我记得是。对对对，它是个导火索，罗德岛。哦，对，所以说就很巧妙，就是不觉得喧宾夺主，特别特别好啊。然后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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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梗，这个梗不是很突兀，就是里面有大的框架下的呼应，嗯，或者是那种笑料吧，就照顾到，嗯，比如说他有个很逗的 callback， 是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所有的防守干员打一个禁锢这个场景。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但是非常巧，防守干员打禁锢，对，他实际上就是里面几边都是防守，就是本来是在游戏里都是在屋里的人在往里走。那不是啊，他们不是四个人一起进去了吗？啊，对，就是我是说最后完成攻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是一个防守，啊，在往里走，嗯，就是他有这样的结构，就是，医生杀进去了啊，没有，那倒，个，没有。Ella 进去，Ella 进去，Ella 是防守。对，然后就是里面还有是各式各样的这个符合刻板印象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从哪想的那个梗，比如说医生有这个可颂的梗。对，哦，这是法国人吗？对啊，可颂猫就是我没想到会写，对，写在里面，啥这个写进去了，写的还很好，而就是写的很好。泰拉是有可颂的吗？啊，有，有对，有可，对，有叫可颂的概念，疯狂的。泰拉有可颂，但是泰拉的高卢已经亡了。对，没有高卢。我靠，这事儿太哇狗！所以高卢在高卢已经亡了的情况下，你流传出来的可颂的读音是错的。嗯，我靠，哦，还对，就是说的还挺。然后医生听这个音就觉得太怪了，嗯，对，然后教他读怎么正确的读可颂。然后那个跟医生发生这段互动的那个 NPC 那颜色啊，嗯，是一个小男孩，然后黑白的那菲林。哦，那个小猫的那个，对，聚会，聚会。然后像这个双月跟那个社区里的这个老头老领导，真正领导对话的时候，他有提到过就是太阳，嗯，这个意象，对，就是不是说在太阳底下就一定会好。对，因为他是白化病人，啊，不能晒太阳。对，嗯，而且泰拉有两个月亮。嗯，然后他所以他开场时候有一个挺逗的场景，就是双月看双月，对，双月抬头看到两个月亮。啊，对，就是这些就是都是巧，用的都是巧劲儿。然后那个双月的皮肤就是说泰拉的太阳不一样，所以他可以在泰拉穿短裤了，可以晒太阳了。对，他很高兴，这太二次元了，对，真好。对，而这次皮肤给的真多啊，因为上次只给了两个。对，但上次是一共四套皮肤，这次是一共三套皮肤，然后三个材料干员的。对，因为上次有黑和雷蛇的皮肤，上次有，哦，对对对对，有别人的，对对 对, 对。这次就是全都给了。那你看到那个梗了吗？那个海虎的梗。哦，对，看到了。还有海虎的梗，里面有他那段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一次他们有两段这个背景声音和人物行动要合上并行的一个桥段，有两段，对，一段是刚刚他说摸黑这一段，另外一段是这个攻坚的时候，嗯，这个敌人在看恐怖片恐怖电影啊，然后那个双月就完美符合那恐怖电影跟那个台词是一模 鬼一模一样的。对，我演出非常的就是又很帅，嗯，就是他们有人一回头的时候看到双月的那个幻象，然后开枪打没用，对，然后那个幻象没了，然后背后有个光环还留着，哇靠，然后那边那个跟那个台词
那台词里是个女鬼杀人啊，那个台词是什么？那个恐怖片是一个在哥伦比亚的萨卡兹导演拍的这个拉特兰女鬼杀人事件啊，还有光环是吧？啊、所以对上了，对，嗯、完全对上。然后那个女鬼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要把你们的脚砍下来，在大教堂里当风的当风铃养。”对对，杀杀杀，就那种台词，就海虎台词，对，巨好里面这些啊，就疯狂的，确实这个彩六是个恐怖片，这事真的只有玩彩六才能对对。然后所以里面那些梗都特别合适，然后里面这个斧子被疯狂的打，疯狂的被小姑娘打。啊、哦，对对，小姑娘打，对，特逗。否则那斧子当人质，教大家怎么保护他当人质，对救人质。对，里面有各种，就这次梗玩的很多，开头全部都是彩六那个，牛逼。他说：“这个我来带你们，好好看一下，我来带你们。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地，所以最好了解方式就是攻防演习啊。我来当人质，我来当人质，我看看你们怎么打。啊、一堆臭狗屎，对，然后各种哎，各就是各种，真的是彩六那个什么喜欢蹲脚守门啊，就那些。”都不对，都不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梗吧，嗯，或者说这个角色塑造最重的一点，其实是让 Ella 这个在彩六里面离经叛道的、哎对，对，搞艺术的这个人，面对跟家庭关系不好的这个人、嗯，去作为这个说教方去教育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另外这个人跟他就是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他这样的他的影子，对，对只不过他。那个人最后确实是公子哥玩这个东西，嗯，非常好看哦。而且这个剧情里解包也能看到的，还有这个修正拳，是吗？哎，非常好。上一次有一个 Ash 打人了，重拳出击，对啊，这次一样的，这次是，但是整个情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对，是不一样的啊。另外就是我还说别的细节，就是这故事贡献了我目前觉得写的我个人最满意的这个男 CP， 嗯，谁跟谁呀、啊？就是那个黑白两个人啊，他们衣服穿的都是一样的。我、哦、操、哦，那男童，我去，真的拉满，真的拉满。没想到还有这部分、啊、写巨好，真的是吗？啊，写巨好，行。我就觉得哇，这行，这太可以了。但是这次这个突兀的搞笑桥段，我觉得有点多了。嗯，其实是连在的，就是、嗯、是尽量保证不停的、嗯，特别是当里面故事出现一些。比较阴郁的，嗯啊，比较立刻给你拉回来。他往回拉的时候是就是非常清晰的要罗构，嗯、他是要这么设计的。那个他们什么原始记忆按摩那段挺怪的也不知道为啥硬住。对，就展示一下原始记忆的这个气功按摩。然后这一次这个整个情绪很轻，他不像原始，而且是故意放轻的那种感觉很，很、嗯、就是很有意思。他。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技法上我一定要夸赞这次这个故事的，就是他明确的目标应该就是要讲一个没有人真正有错的故事，嗯，这种故事很容易讲了让人觉得包饺子特他妈腻歪，对啊，或者是特别的没劲儿，对啊，但是我觉得从结果上来看这个故事实现的非常的好，就是冲突也有，嗯啊，里面真正的恶人也有，纯粹的恶人被重拳出击的桥段也有，嗯，但是他不会，就是这些都还跟我刚才说的结构是合上的，就是快速的完成这些事儿，他就是不，而且他不吝惜于就是说用一些偶然的，就是巧合的东西，把一些剧情线索快速的捏在一起，就是我其实，在手游中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执念就是我好不容易想个这么他妈复杂的故事，我一定得给你讲多两个弯儿啊！这里没有，这就甚至是我都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弯弯绕的时候，他快速的把故事收束了，比如说让两边人就见面了，或者让这个情节就出了问题，就痛快，非常痛快，非常的这个推进的非常非常快。说起这个故事里的冲突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他这么就是蜻蜓点水的那么弄，至少从结果上，从体感上来说是好的。就是他比较符合那种一个属于成人的稍微有点幼稚的童话故事，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他跟上一次《原石城》是两个风格，他上一次比较那种阴暗的，然后还甚至有点壮烈的，对，壮烈的那种。然后这次就是一个轻描淡写，很欢快。上次那四个人最后都打算我就死在这儿。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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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感觉都已经有了。对，然后这次用那张，对，最大这玩了一个很好的梗，是彩六的海报，对，特别妙、啊。对，这次有一张 CG 是彩六的海报，但是我觉得是这个画风最高贵的、最高潮的情绪之一的
一张 CG， 是那张就是好多桌垫爱用的那张，中间是个墙，左右对，哦，特别好。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么用，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他这张图正好是用在这个之前的四个人登场的那场面，嗯，所以他很好的给了你一种你不会去想这四个人为啥在这儿的那个劲儿，因为真他妈帅，我真他妈帅啊，真带劲啊！因为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地方在怎么说呢？你的期望引导上还做得很好。当时的场景大概是艾拉已经被围起来了，然后我以为他要拉他的雷兵地雷，对，狠狠的把所有人都他妈的放倒。那个时候就是不是无线电响了，对，然后你听到了艾氏的台词，榴弹一发射，哎，然后直接就是那个那张 CG， 哎呦我天！他们以前的老 PV 里面还有一个致敬这张图的那个名字方舟的 CG， 对，是吗？嗯。以前有张老图，这就是在游戏里都没有正式出现的那张老图、啊。他们是真喜欢材料，真喜欢。我很就感觉到那种就是做的高兴，就是最后的最后还有一张 CG， 大概就是你就迫近那个最后的场景里，嗯、就是压制那个把人质救了。嗯，然后他做了一张就是巨，就是他希望是那个古典画的那个感觉，就是那墙被炸开了，然后有火，火在边上烧，然后中间艾拉就站在那个火里。哦，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愤怒天使啊、嗯，最大的槽点就是不知道为啥爱是拿那个榴弹能炸出一个热切的方的，就是跟那热切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吧？就炸的巨方，炸的巨方，巨漂亮，主要是那构图巨他妈漂亮。行啊、嗯，然后就但是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槽点，但是又很帅。他这次有点像复仇者联盟，就是前期嘻嘻哈哈，中期突然出事，嗯，然后这个中后期这个又嘻嘻哈哈。中后期有人就是无线电突然响了，有人来支援，对，然后最后就是一堆人围着 boss， 嗯，然后重拳出击，重拳出击，最后吃烤肉，对，吃烤肉啊，非常快乐啊，非常非常快乐，能感受到那种这个团队对彩六这个 IP 的爱，因为上次活动结束之后，第一期结束之后。每个人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嗯、那迷路写了，因为信赖是要慢慢刷的嘛，是的，其实它是一种特别好的后日谈，在我看来，对，是的，因为你是不可能在活动期间就全刷满的，很难嘛，对、啊、但是活动过了你还有点回味的时候，那个信赖满了，哎，看一眼，哎，我就看到，我记得还提到说那个你们这个世界的这个枪啊不好整，是都还得靠原始记忆才能发射、嗯、我们直接用火药驱动，贼效率贼高，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怎么才能在咱们这个世界复现、哎、结果发现复现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他们用的那种硝酸和那个火药、哎、对，然后这些事儿我也特别期待、嗯、因为这次更新之后老干员也加入了新的秘录，我昨晚全部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全晚看是吗？写的好吗？他那个这个其实是我跟四车昨晚聊的第二个点，就是这一次的这批干员、嗯、就采六八个人吧，嗯，对泰拉的这个世界的主线的参与程度超出想象，哇，很对，很神奇，我甚至觉得，对，因为我昨天只看了这个上一批八个，后面这几个现在还不够，嗯，上一批八个塔恰卡去了乌萨斯，嗯，然后就老主线故事那种在乌萨斯冰天雪地，因为感染者问题跟乌萨斯这个纠察队起冲突，嗯，就磕上了。然后 Ash 是去了哥伦比亚，嗯，就大、嗯、都去自己国家了。对对，然后 Ash 去哥伦比亚遇到了想去哥伦比亚发财的这普通人，然后有劫匪，嗯，然后 Ash 就拔刀相助游侠嘛，嗯，然后最夸张的是那个双华叫夹子妹，嗯，去了。夹子妹去了这个阴飞冰原打探索体，然后闪顿去了风分热土，进了那个就是他们两个分别去了，这是肉哥的两个 boss 在的地方，对对对对，这么强深入的对跟这个世界互动，对，然后双月从干员来看他直接影响了，对，双月的文案星，对，哦，是吗？他直接就是影响了蓝岩生命对地外的看法什么的，对，研究他的那个模组文案是这样，他是说什么他时间点是在孤星之后、嗯、就是那个激光已经射出去了、嗯、然后他是天体物理学家，他在研究这些东西，对、嗯、然后他直接开始探索所谓就蓝岩生命，他们一直在探索的天空，然后收到了一个信号，他震惊于这个信号是什么，然后这模组停了，对，哇去，就是他极深的把这些人物就是引入了、嗯、主线故事里、这个迹象在以前是没有的吧，没有，是不是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活动也好出现也好都没有出场过那四个人老四位，没有吧，对，但这不是不是可以开始期待他们以后正式加入这个故事，然后 Doc 去卡兹戴尔了啊，去治病去，对，救死扶伤了，他
他见到了卡兹戴尔的移动城市。哇，对，啊，所以说都就是都设计的非常的好，给你照顾的哇。然后斧子是什么？下地底挖矿挖到了神秘生物。然后 Ella 去了米洛斯，反正他四个模组文案全是在预告，都是和他们出发去别处有关系。对，都是在预告，嗯，真好。所以说这次就是信息密度，嗯，然后这个信息本身的这种令人愉快的程度，嗯，而且也基本上没有引起迷惑，嗯，就他没有故意的给你设置，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他这个轻度比较轻度，比较轻度，嗯，他就到最结尾最结尾的时候又带了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片大地特有的政治隐喻，对，说一下这个卢哲兰和那个市长，嗯，对这个互动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三方的博弈，对，每次活动最后都得来点，这个，进入到这个新阶段，就也就这些，嗯，那，啊，这次活动和怀蜀黎啊，都用了完全一样的技法，就是两个人通过食物讨论现在的格局，食物，对，上一次是排骨汤嘛，对对，这一次是咖啡豆，咖啡，嗯，特有的这个对桌上这个菜桌政治，啊，对，特别微妙啊。但是整体上就是我最看重的就是很愉快，特别好，听着就很快乐啊，能快乐这点是最好。而且就是虽然很多的桥段和反应很二次元吧，但是让这些干员的形象本身非常的鲜明，我就想说这个事儿特好。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难，特别难，因为这些干员本身有一个，因为彩六它是特别详细的一个设计，对，把这个心理健康报告都给你做出来了，所以说你想就是已经如此细节的一个人，再想把它做到另一个游戏里去再去展现他的故事，嗯，很有可能会做成一个结果，就是你在复述同样的事儿，对，但是对这里就是没有，我觉得就是甚至会让你对一些你很喜欢老干员有新的一些，对，有一些新的喜爱的点，嗯，那特别好，而且我就觉得我现在回头就是想鞭尸玉璧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艾拉出现艾拉的时候，大家对艾拉的一些故事，他跟 Zofia 的一些就是这个家庭的矛盾非常感兴趣，非常喜欢，然后玉璧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误判，我们很喜欢看干员的故事，我也很喜欢看干员的小互动，嗯，这不代表我们真的很喜欢大事件，你知道吗？把这些事儿你给我当成一个特正经的大，对，然后你就开始嗷嗷的讲啊，对，哎，我真的不是特别在乎，看他们撕逼跟综艺节目似的，对，我真的特讨厌这个。对，其实这就是那时候不玩了。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其实我觉得玩家当时对彩六的感觉就是，我们希望那些干员更鲜活，对，更可爱，对，然后有更多的值得喜欢的点，对。而且他们那些，他们其实有些都特别刻板的那种，对，但是是好的那种刻板，比如那个嘎子的那个作为狙击手啊，我有一种艺术家一样的气质，是是什么那种，就是其实挺刻板的，看高兴嘛，但是就是高兴啊，对，对，所以这才是我觉得我在这两次《原神》行动也好，《水晶剑》行动中看到那些干员的那些日常互动的时候，嗯，让人觉得特别高兴，嗯，特别妙，这些，我觉得哎，就是。没想到在这点，在一个联动的，跟你跟手游的一个联动中，然后让这个手游方做好，我觉得是吧？啊，真高兴！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那个彩虹六号本体里面让这些干员成为偶像，在打比赛是怎么样一个思路？而且我说实话，我对人设类的对抗，就是这种对抗游戏，嗯，但是就是人设很重要的这种，嗯，这种游戏的人设建立中。我有一个句非常大的暴论和暴言，大家也就是听一乐，但是我的观点是，就是除非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的张力已经到了互相想睡对方的程度，否则不要让他俩拿枪互相指啊，真的没什么意思，你明白吗？拿枪指着对方和对方睡了没什么区别的，对，就是除非你有这样的迫切的情感，嗯，情感的表述，否则别闲没事就让他们互相就掰了，就吵架。看人吵架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不是特别开心的事，对，就是这一点。然后我想了一下，明日方舟之前的类似场景的 CG 啊，嗯，拉普兰德和德克萨斯，对吧？是不是他一定要有一种，已经是那种大家都明白的，明白的那种张力？对，我就不说那种张力了，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张力，你再让他们。
剑拔弩张对立，对吧 ？W 和伊内斯，对吧？对啊、是吧？大家陈和星球，对你一定要搞清楚玩家喜欢这种场景到底是喜欢什么。塞雷亚和总侠，塞雷亚和赫莫，对对吧？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就是说，我觉得《明日方舟》在这一点上是拎得非常细、嗯。对，包括这个这次剧情里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桥段。我认为欧美人永远弄不明白这个，我觉得是真的。说他里面有个写的也不一定吧，对，看他们，对，看他们想到哪层。对，那边有个情节，大概是这个挂人电话，嗯，挂完电话之后，然后拔电话线，拔电话线。我说非常对，在卧室里，你挂电话，拔电话线，接下来，反正停这儿非常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对。嗯，我觉得这就是这种，我认为这是技法，就是说。这是服务型剧情文案，服务型技法，对应该有的东西。对我打开手游看剧情，不是给你，不是来这儿。还有就是，我真的觉得竞技流就是 FPS 游戏吧，嗯，我个人来说，像这种重角色偶像式的这种，我是从育碧开、嗯，从材料开始，材料开始、啊，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从守望开始，是，就是对个人来说，主观上来说啊，但是我有点受够了，说实话，是我有点受够，因为就是使命召唤吧。嗯，因为使命召唤以前在多人模式里，你扮演的也是一个小兵，是这可能是很久以前了，哦、对对对，至少我现在不是在卖人物嘛。对，现在我就是出门被普莱斯爆头，然后转身又看见一个普莱斯，然后背后是那个莉莉丝，哇、哦，就是然后祖国人啊、激光刺我，就是全是这种东西，啊、就我就是真的太疲劳了、嗯，我就想当一个小兵，所以我才还在坚持玩这个塔科夫嘛。啊，行吧，你那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我啊、对，玩塔科夫还得找个充分理由，对，借口，对，都是借口、嗯、啊。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就是很高兴啊！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聊了还真能聊一个多小时，说明大家也都很高兴。这节目大概就是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不同的消费手游的场景。嗯，你看我就是完全不玩，我连抽都没抽，我怕我抽不出来受不了啊，所以我就对直接第一时间奔向这个游戏的故事。但是我想一下，啥叫水晶剑？哎。哎，我操！啥是水晶剑？哦，好像没有这个意象，连块水晶都没有。我操！哎，是呢，我好硬咬。评论区给咱肯定有周学家。我昨天看了一下，有一些这个评论聊这个，嗯，是说彩六小队啊，嗯，这个来了泰拉就回不去，就跟那个水晶箭头射出去就炸了，就回不来，就碎了，易碎的。嗯，哦，他们留在这里了，对，那意思，哦，再也回不去，别回去了，勉强能说通，嗯。去那个彩六里把他们八个都给我删了，哦，以后只能在这边玩。对对，爸是被办了，上面写他们都已经去了二次元。龙马昨天问了个特别灵魂的问题，嗯，说现在到今年2024年了，这俩游戏联动到底是谁蹭谁啊？啊，嗯，啊！我现在已经说不准了。我也说对这次的这个，就是我玩的时候总感觉这个育碧面子给的有点太大。嗯，是的，拉满。对啊。哦，就是当时发预告的时候，育碧官号也发，嗯，然后这个这次游戏里面这个很多对别的游戏来说可能是伤筋动骨的一些改编和引用，他们也有，嗯，都给了，对，嗯，所以真是那主视觉图给你们这样玩，对对对，很高授权，我感觉对，哦，效果非常好，所以是不是可以期待3期？是呢，我觉得，而且说实话，《原神行动》的时候，我看到英文社区口碑是非常好的。啊，狂夸了，所以说这次二期欧美二次元很想看一看。对，我而且说到那个音乐啊，嗯，这次剧情当中有很多的小心思，就不多说了。比如说他那个在剧情里双月开技能，嗯，是有演出的，嗯，对啊。然后音乐用了极其的漂亮，特别是用了上一次的音乐，就那个战术伏击那个曲，嗯，啊，我在那个剧情里，他切的时候一起。拉满，你知道吗？我那个就是纯体验，拉满，帅到爆炸，嗯，然后就，哎呦我天，太好了，太帅了，就是太喜欢这音乐了。对，而且他是我记得一期的话是这个，育碧请的这个 R 六的，哦，请来了，对，是他们做的，嗯，哦，啊，所以这次二期的音乐，我不知道关卡里怎么样。反正等之后再出的时候，静音玩的啊，静音玩的都不知道。关卡这次那个战斗音乐就是预告片里的几首，啊，就那的完整版，哦，巨好听。那 BOSS 战那个太强了，哎，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鹰角的战斗音乐让我非常喜欢了。是啊，每次都很喜欢。嗯，而且就是上次那个路云米说过一次，就是那个上次《原神行动》的时候的那个多人，嗯，
的那个、啊、那个主界面那个音乐、嗯、太他妈好听了，狂听！我特别期待多人再复刻一次啊、嗯。然后他现在在 OST 里是那首叙，那个 OST 四里有一首叙事，嗯、就是那就是那曲啊啊、都已经放出来了。反正就是很高兴啊，我把剧情云完了之后，非常的满足。那你会下游戏吗？我不行，我不行。嗯但是听你们说完之后，我发现这游戏现在居然在玩的意味上都改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它在构建一个新的，嗯，所谓的强度环境。对，我上一次回来玩，然后 AFK 的时候，正好应该是开始更新模组的，嗯，那个版本、嗯。然后我发现我离那个模组玩法有点远，就是那个练度有点太低了。但模组很长时间都是被人骂的，哦、大概一年才能出一批大家更人较好的模组。哦、对，这个你要是去 B 站或者一些地方看对这游戏的强度上的讨论，哇，讨论的那叫一个腥风血雨。我们这个讨论环境在别的地方基本是不存在的。是的、哦，主要还是新的六星之矢什么这样的乱七八糟。其实是更细的东西，不会说的那么泛。哦、比如具体到某一个角色、嗯，他的这个模组出来了。你要是不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嗯、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角色永远的废了？比如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赫拉格老将军、哦哦、因为赫拉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不厉害了嘛，对吧、哦、是。然后但是大家这个人气又很高，这个角色是吧、嗯、很受欢迎的一个角色，大家特别希望能让他再重新上场，所以能改变他的命运的办法就是改模组嘛、哦、对。结果他的模组出来很平庸，几乎还是不能用哦，大家很然后大家就是特别生气，那段时间恨不得就手撕、哦、没人防着设计师的那种感觉、哦，现在也是到处都是。这次艾拉其实也是，因为这次艾拉有一个问题、嗯、就是三潜对他的提升有点大，潜能就是重复抽卡、哦、因为明日方舟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点就是我可以不抽潜能、嗯、我没必要把这个角色重复抽到，我很省钱、嗯、我甚至可以不充钱玩得很开心，对吧、嗯、但是其实这次就是因为他三潜有提升，其实也是相对于其他干员来说、哦、他的潜能提升有点大，有点啊点儿、哦、有点大哦，然后大家就说：“哦，你是不是在试探我们？哦、我在摸我们的底线，你会不会以后给我出一个无潜之后强到没边的哥们儿？会不会啊？啊！”对，大家开始就是很敏感、哦、这个社区现在、但是确实这个事儿很容易敏感，而且我觉得《明日方舟》目前的培养属性、技能、强度的框架对这个事儿只会越来越敏感，就会越来越敏感。有点没辙。还有那个什么，加了这么多反应之后，银辉怎么办？领主模组为什么还不出？我的。第一号潜伏哥，对，他是吧 ？Doc 为什么技能是这样的？你 Doc 还原不能这样，你 Doc 还原了这个材料，为什么 Ella 就不还原材料？啊，我操！啊，也是哈，嗯 ，Ella 就不太还原材料了。哦，哇，这很恐怖，很恐怖，很恐怖！我都不敢，那个、我现在不敢看那些、哦、微博评论区，我就 B 站看。我要是明日方舟的模组设计师，我现在完全想不出马安娜这个角色的模组该怎么做能让人接受。哦，我无法想象，确实是，那。对啊，你面对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很难解，哇，真不容易啊，都到这程度了。嗯，环境非常非常的敏感、啊、行，那反正我们的话就是按这个基调，我们就对我们享受、嗯、享受游戏啊，享受新活动，差不多这活动感觉就是聊差不多了。对，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尽心尽力的去玩这游戏，是的，对，然后看下期我们看看，对，找点别人看看他们还玩什么别的手游了、嗯、行，再下次再聊别的。好，行，那这期就我代理又崩了啊！你看，重新想个办法，重新打一遍吧。啊、现在就崩、啊、就在录制期间就崩在那儿。对、啊，我开头改了一次，结尾再打又把马安娜上了就全解决了，相信我，我把雷鸣地雷位置改一个。行、嗯，那就是这期先到这儿，我们之后的节目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
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机核网、机核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